是倩儿娃，今天做一个麻婆豆腐。先把豆腐切碎，切成小块，不是切碎。切厚点。就拿头了的不是呗？大头的。这就是切切两个。对。好点的。然后再切点姜啊。然后再切点泡椒。哎呀，这个泡椒你看是不是一切它都爆出来呀。这个泡椒这个红头好好啊。嗯。今天我买的猪肉，因为那个牛肉实在是有点小贵。嗯，这个猪肉也是一样的，买猪肉。要是请你吃饭，你用双刀最好看。双刀？学着没嘛？学着的。拿来搞嘛？强不强嘛？强是强。我师傅专门教过我这个的。啊，再碎点搞这个要。可以啊。在锅中加入清水，加入切好的豆腐。这一步的目的是焯水。水不够，再加点儿，再加一点点盐，开大火烧一会儿，感觉水快开了，就可以捞出来啦。哈哈，今天力气比较大，可以连锅一起端，再加入一点油烧热。加入花椒爆一下，再加入猪肉粒炒散，炒散之后加入姜、泡椒、辣椒面、豆瓣酱翻炒一下，好红啊，这个颜色我喜欢。翻炒两下加水，烧开之后调味儿，加入盐、味精、老抽，从锅边淋入，再加入焯好水的豆腐，烧开后勾芡儿，慢慢的推豆腐，用力过猛会推烂。分三次勾芡儿就差不多可以了。并不是一定要长得像麻婆才能做出像样的麻婆豆腐。之后撒点花椒面、小葱。就 OK 啦。哎，朋友，哎，昨天来吃了。好，吃麻婆豆腐了。卖相怎么样？哎，还可以啊。吃，你说来吃。哎，你就是像爷了一样，好了啊。花椒正。你看嘛。嗯。吃下看。看味道看。嗯，可以。要得。嗯。妙啊！大家你敢不敢叫着吃？我敢叫着吃。我敢嘞，我敢。可以，要麻婆豆腐啊，那个。盐我还合适个。哎，好，那个都巴适的。嗯，好吃。本来就是。哎，好麻！花生米好麻。就是那个有点太烫很喽。好麻！那在煮了怎么办啊？非常的，你是直接那个。花椒麻的，人家好吃的。嗯。真的好吃，可以。那就好吃吧。啊，真的弹嘴，好吃不过。真的可以。再让我喊你搞的时候轻脚轻松一下，你豆腐就没整烂。都没烂，只不过好麻哟，我觉得。麻了我都
我都感觉嘴巴头都已经麻麻了，吞口水了。嗯，搞。哎，我就喜欢吃这种。多吃点。我牙口不好的，这个麻婆豆腐就炖我里头，我最喜欢吃。多吃点。好不？好吃味道。可以。啊，可以。好吃多喽。好吃东西嘛，多吃点嘛就。好啦，今天这个麻婆豆腐做的还可以哟，得到了白爷爷白娘的夸赞。可以。然后下次再，再接再厉。然后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拜拜。拜拜。好吃。你把做的好吃，你把骄傲哦。不得。哦，要虚心点哦，不要骄傲。好的。好。